得孩子身上的伤还需要你请人验一验，我这就带他们回去治疗了。体质佐证就是必须走的程序，然而三个孩子一路上受了莫大的惊吓，根本就不愿意跟养你的人进入房间。知府瞧见他们凄惨的小流浪，也有了怒气，最终只能是苏三抱着青山，冯小美抱着一个女孩，分别进入了两个房间。给千年熊母请见的是一个老嬷嬷，年轻的时候是个稳婆，她第一时间还问这小姑娘是否是王帝。